这么一回了？嘿啊，老子想哦。回啊！老师，老师，老师。你在嘿啊，一箱。哦。哎。小局长，今天牛小排有没有超厚的吗？你要那个很厚的那个吗？小局，你牛小排要很厚的那一种吗？一包一百，是不是？一包一百啊！哎，我一包。鹅啊，四鹅啊，四包一百。这个有点高了。四包完了。但是这个有点高，我们有点强了。两刀。逍遥游早，逍遥游早。文字早。今天会到几点？不知道。你有要来吗？你有要来吗？今天七点半就要结束了。七点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在第五市场嘛，对。今天牛小排刚好都搞诶。有，今天有那个很厚的牛小排，有。那个秀菊今天牛小排有很厚的那种。有很厚的那一种，有很厚的牛小排。好，对，快点。我是懂啊，不是的啊。像上礼拜的有啊，你上礼拜的是那种像砖头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有，有像砖头那么厚的，有。修真长。大袋，贵吧嘛？不大袋。河虾，我问一下，你看到河虾？有河虾，今天有河虾、哦。我没办法去烤肉，我们。